先行。大师的厨房，我是炉菜师傅李建国，没出正月就拜年，今天先给大家拜个年啊。在这个春节期间呢，我给大家呢献上一道这个家常的啊，木须肉。这个菜就是说吃个饭是非常舒服的啊，吃个大米饭就更香了啊。现在就备料。这个先把这个猪料用这个五花肉啊，切这个肉丝儿啊，做这个木须肉啊。肉呢还不能用这个光瘦的也不行，光肥的也不行，就得用肥瘦相间的肉哈。不用五花肉也行，但是肥瘦相间，有点肥肉它香啊。这也是个比较好的这个家常菜，也是个非常好的个饭菜啊。炒这个菜也在济南是也有这个肥甜酱的，也有直接烹酱油的。咱今天呢炒个肥甜酱的哈，哎，切点肉丝儿，再切点冬笋啊。这个冬笋啊要注意，我呢就是把它切好了以后，在炒之前把它串一下子啊。过去这个菜就是放冬笋啊，放青蒜。放木耳，不什么土豆啊、胡萝卜的，反正都不能用。但是现在饭店里炒的有些小饭店，它是为了降低成本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觉着，哎，木须肉得放土豆，怎么放冬笋呢？但传统的就是冬笋，啊。哎，老师，它为什么叫木须肉？木须它指的是？它就指那个，实际上它那个木须花。就是到春天开那个木须花，那不黄莹莹的吗？它里边有鸡蛋，哎。哦，他说的是这个鸡蛋的这个事儿。对对对对对，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有木须。哦。哎，把这个青蒜一定要片开啊，因为它这个速快速炒，这个东西它这个青蒜要外皮熟了，里边不熟，它就发辣。啊，这个大家不管炒什么菜，这个青蒜。只要是那些粗的必须得把它片开哈。讲究，这就讲究、对。今天我给你切好了你炒哈。好。你现在比我炒的好啊。哪都是老师教的好。这个活就是多干。干少了你三天不干就收拾。这木耳我都摘好洗好了。嗯，行，放点木耳。嗯。然后再切上点。葱姜末哈，过去俺在学徒的时候，这个切这个姜米子，就是一个考验厨师刀工的一个方法。实际上，这个切菜讲究么呢？讲究横平竖直，哎，长短粗细均匀，并不是说你切到最细最好。反正说明就是明儿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不你也有说对了的时候啊。那这样就是烤三个鸡蛋啊，烤三个鸡蛋，三个鸡蛋把它打匀了哈，一定要打匀，先把它打散打匀。为什么要打匀了呢？你要打不匀，这个鸡蛋清它发白，蛋黄发黄，炒出来它就不好看。哎，把它都打的上都冷黄了，哎，炒出来以后再金黄啊，哎，再打打它，稍微再，我给你打点糊啊，香水，哎，你来穿这个木耳，把冬笋和木耳弄一块儿就行，一块儿穿就行啊，一会儿少开了水啊。这个木须肉这个菜在过去的时候，就是个饭菜，在宴席上。上完了菜以后啊，你撒大劲儿上完了以后，哎，这该吃饭了，尝两个饭菜。
这是为饭菜哦，哎，这个饭菜，你说，嗯，大胆的说，啊，说错了不要你，啊，那是开锅了，我开始串了，啊，对，这馍儿，一串就行。不是，其实这个，我觉着炒木耳肉还是这个老的这个味道好吃。就是你现在它放其他原料这些东西，它达不到那种木须肉这种味儿。这个盖实际上是现行，哎，你鸡蛋炒出来以后，再加上变了那个肉丝儿，再加上那熏丝儿，你别那个土豆丝儿，它不是不一路啊，你那也不是说那个不行，你那家要没有冬笋，切土豆丝儿。不放土豆丝儿，直接光放青蒜，放个白菜帮子切个丝儿也行。但是你说你在饭店里要做，你得规规矩矩的啊。哎，把冬笋一串，这个你把这个水呀、啊，得把它逼紧了水哈、啊。先炒鸡蛋啊，过来了，哎哎对。这个鸡蛋炒的时候，别炒的它太整个了，要把它散一点啊。哎，炒成木须花状的。对，嗯，这颜色黄油油的，它就出来了啊。倒倒的，把这个小料炸出香味来啊。放着肉丝儿啊，把它变得没有血色了啊，它就端上了。把这肉丝拨拉到一边儿，拨拉到手底下，哎，对对对，飞上点甜酱，哎，飞上点甜酱，甜酱飞熟了，放点酱油，好的，刚配料，肉丝拨拉进去，拨拉进去。要稍微来上一点水。哎，现在翻小出来，看看鸡蛋，哎，不辣不辣，对，鸡蛋打匀火了，哎，顶上点白油，咱就出勺了啊。好，出勺，把它盛出来，盛这个毛子尖儿来，匀火了。讲究，喝个小酒，吃个饭。这有讲究，对。这个菜也炒完了啊，这个今天往虚炒的，我先尝尝，看看能过关吗？啊，还行。这个鸡蛋香味也出来了，嗯，这个肉炒的也挺嫩，这个冬笋很脆，鲜香都有了啊，这个菜基本就成功了。这个菜你吃到最后还得有点汁儿，大家要在家里炒，要用大油炒，炒出来更香。做菜要讲究，吃饭不讲究，吃饭不讲究，啊，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证。好，谢谢大家点赞。好好。